做这种梦了，不过既然是做梦，能不能给我换个身材好点的？这是什么？我的青春期吗？既然是做梦，快点醒醒！怎么还不行？就算是要做梦，能不能不要做这种穷人梦？回到你自己温暖舒适的大床上不好吗？这是什么？鸡吗？一只鸡，两只鸡。3只鸡，4只鸡，5只鸡，6只鸡，7只鸡，506只鸡，507只鸡，小桃，你不要出门啊！外面雨很大的。你是不是想要出门接我？我就知道我们小桃对我最好了。小桃子，你看到我淋成这样，也不知道拿个浴巾给我啊？等会儿啊，你帮我涂一下那个乳霜，后背我老是够不到。小桃。睡在地板上，睡觉那么长。我说小桃，你可终于醒了，都中午了。来，早安。哎呦，我浑身酸痛。睡在地上当然会浑身酸痛了。啊？你怎么知道我睡在地上？我，一二三，小桃。我猜的，你睡相不好嘛？哎，不过小桃，你昨天晚上真的好奇怪啊！你看我的眼神整个都不对劲，而且还流鼻血。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要不要带你去看医生啊？昨天好像江浩来咱们家了，然后孙小桃。你这个妄想症差不多可以去治一治了，可是真的很真实。喂，妈，我已经准备去图书馆了，我断网了，一定好好考试。好孩子，一大早就在图书馆学习了。妈就知道你最让妈放心了。喂，妈妈，上次那个高富帅，他结婚了。什么？一个条件更好的富二代在追你啊？啊！拜托妈妈，哪有那么好的事啊？你女儿只是一个小小小小小明星。你呀，是我和你爸生的孩子，基因起点高，基因起点高，一定能考上北大的。妈，那可是北大。我高中努力了4年也没考上啊！我不知道，我女儿不会让我失望的。富二代追你啊，你一定要把握住了，要加油！